等一下，我要在锅子里面炒它。对对，就是這一鍋。那要加油吗？啊，要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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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加？好老派的先。先干杯啊！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要用本名吗？还是你要用旧的艺名？对，旧的艺名大家就知道我是谁了。啊，听声音就知道是谁、啊。好啦，那你公布我是谁，快点。那就是影帝、啊。你为什么突然想要露脸？因为你直接，因为你告诉我说很难马赛克啊，对啊，很累。你所以你都这样子不跟我录影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今天就是马丁的地狱厨房。所以你会做菜吗？我不会啊，所以每次都是他教我啊，然后我每次就是在胡乱做。其实我们今天有四个人要吃饭，所以呢，马丁今天要负责我们的主食。欸，他真的让我压力很大，因为我原本想说只是单纯做一做，然后他今天就说，哦，你今天是要帮大家做大家晚餐的主食。那请问你今天要教我做的菜？我今天教你做的是牛肝菌菇的意式炖饭，很长的一个名称。不会啦，还好啊，我料都帮你备好嘞。所以我就是负责把它丢下去就好了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用点心的去搅拌它。好，我会用心。对，这个马铃薯呢，基本上进去你要给谁看？现在有三台机器，你可以。这个马铃薯呢，基本上送进烤箱之后半小时就会好。我们希望在它好的时候，我们全部的菜一起好。对，只要它进烤箱的时候，好，你要放进去了吗？你要放？这种公众这样子问，好，不是，你要放进烤箱了吗？是的，是的。你要不要先开火预备？好，好，大火吗？你可以先热锅，然后油在那里。等一下，哇，开不了火呢。你压一下，你等一下会死哦。啊，那快干嘛啦？慢一点，压一下，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开起来。哦，太久没有开火了。开抽烟机会不会影响收音？会。美食节目没有人在开抽烟机的啊。那你就赶快。你看陈美凤，我在开抽烟机，难怪哦。提到那边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要把这段存档，不得已剪进去。不会，我会另外寄给名师。所以现在就是开始拌炒它了。对，拌炒它，什么颜色？金黄色。很好，它现在是黄光哦，不要被光线影响。好。你为什么休息了三个月，突然想要？因为分手了。分手了。直接讲。没有啊，就想说情商休息一下，然后加上工作很忙，所以就你知道，就索性干脆都就休息啊。哎，我那三个月真的超爽，我们不用完全不用想说每个礼拜要拍什么，然后要剪什么。我就是过着很悠闲的人生，然后就是你看现在体重也就是直线的上升，直线上升。哎，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比较好看。有啊，大家都说就是你变壮之后好像你变壮之后看起来就很值得去，会很像要怎样？你要去拍一片一样。要拍什么片？你懂的。他怎样？他没有变金黄色啊。你可以等耐心，我就是没有耐心。耐心。哎，闻到那个香味了。嗯哼。对啊。哦，对他们闻不到，所以你要分享。谁闻不到？很多观众看影片的，对不对？我想要是没有别人吗？看影片的人，在讲鬼故事吗？那你分手这三个月，你有没有学到什么？你学到什么？不是每个人都会说，就是分手后会得到一个，就是感觉是人生的蜕变。有学到什么？但是就是这些不方便在节目上面讲啊。因为他可以暗示吗？不行啊，因为我一讲我要被骂了。哟，所以你之前都被骂哦。也没哎，你这个还蛮没有啦，不要这样子。记者式的问法就是没有就是有，我只是好奇啦。没有啊，就反正就我不想要在节目上多讲一些有的没的了，不然人家又会觉得我是个爱乱讲前男友坏话的人。这样子以后谁敢跟我交往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为什么马丁垃圾话要改名字？因为就想说走一个新的名称啊，我知道这很多人在问。但是因为我以前就是有 YouTube 频道的时候，我就是每过一阵子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瓶颈，所以我就会换另外一个形式。嗯，但是就都还是我本人在拍的。那换汤有换药吗？就是你的内容走向会走的比较心灵鸡汤一点，还是心灵鸡汤？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就是这都还是我嘛。内容会偏向比较这里还是这里？这里跟这里的差别，然后胸部跟胸部跟属西部的，对，就是介于一半一半的，介于一半一半。对啊 ，OK， 好，所以你知道怎么接下来？我接下来太荒谬，直接躲话，我都没办法躲你。我现在好像在主持综艺节目，我现在觉得压力好大。还有，可以翻快一点吗？你翻成这样，那多快？好了，来，我们要倒米了，倒米了。对，米在那里。
然后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准备好这个。那什么？它是白葡萄酒，来喽，倒下去，直接倒下去，好神奇哦。然后就搅吧，它会有点卡，在这个时候请很帅气的把它咬开。用点力，用点力，用点力，咬紧一点。OK， 好，加下去了。好荒谬，我还站在那把它咬开，炒到葡萄酒收干。收干是什么？又讲一个专业术语。就是炒到它打打。哦、oh, 欸。干干的。哎、欸，意大利人这个好特别哦，直接把生米丢下去。哎、欸，墙壁要翻一下。吃一点锅巴、啊，让大家吃。炖饭没有锅巴、啊。意大利炖饭，然后试一试说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有锅巴？所以平常如果我们有一天在家里懒得煮饭，我们也可以直接这样子。可以。可是这样子，大家这样子二十分钟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来来来，准备加水啦！加水，人家都会说加高汤，可是我觉得加这个就行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它就是一般的杨枝甘露。杨枝甘露，对，杨枝甘露，全加喽。好，那喵喵先腌过它就好了。腌过它？对，我腌过这样。腌过米儿？这样，这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一次连问三遍，问的那么急啊！等一下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可以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对，这样很随性，我根本没有在量的。好，可以，然后就开始这样子继续拉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开始拉。这个时候就是加盐的关键，因为这时候加盐，它饭才会吸进去。我知道，上次我们加过。对，你要又要浮夸式加盐吗？啊，你说这样吗？这样的你要占那个量哦。等一下一撮吗？哎，没有，其实这个其实要有一点点多，多要多，对，因为它是要让你有味道的。哎、欸，继续搅，继续搅，还停下来休息一下。这种做菜节目不就都是不认真做吗？我们就是重点是在聊天啊。然后你竟然选了一个这么盛大的东西叫做、没有啊，哎、欸，它就是花费时不费工，所以我们就是有认真的在做东西，然后也有在聊。那你接下来要干嘛？我要煎你们的主食啊，我要煎鱼啊。哦，所以你是负责煎就对了。当然啦、啊，我在旁边负责小、啊。然后我就一直拉，我要拉二十分钟。你要注意哦，它如果水哎开始有一点少了。然后呢，就代表好了。对，你不是，你就要开始再继续加水。好，然后你途中要去试吃它。好，那由于就是我们这二十分钟完全已经不知道要在聊什么了，所以你哎，你的有人回复、啊？没有，就是那天我问的问答。对，就是刚好就是因为你今天在嘛，就问了一些比较重口味的问题，就是大家在有没有遇过什么性爱上面的疑难杂症？要死了一下，就刚跟你回答，你是这样是 OK 的吗？可以回答吗？来来，我先看他的那个辣度到哪里。好，你先来一个等级不要那么高的。好，这一题非常的简单，就是 K 先生问说，男友总是性欲高涨怎么办？性欲高涨、啊、他不高涨吗？看起来不像啊，他不高涨。照这样的问题的逻辑，应该是他受不了男友性欲太高涨。那你就是告诉他每天都要先打一次手枪才能来打炮。所以就是照男朋友就是先打一枪，因为他欲望那么半，就是每天这样去运动。哦，运动真的有效。对，因为我这三个月运动过后，发现性欲上蛮低的。哦，反正就是叫你男朋友去运动啊，运动真的我觉得蛮有效的，这是真的。今天运动有效吗？开始问外面的观众，他不敢讲话，然后他点头。哎、欸，他有开始有点变干了，他就要开始来预备加第二花的水。你说再加下去吗？对对，再加。好，我加喽。好来。OK， 好，停。对，你不能一次加太多，因为加太多会变稀饭。你要吃正统一点的话，就是它的米心不能熟透。哦，对啊。所以你吃到米心没有熟透，不能讲出来，会太俗气。我朋友就是这样子啊，我朋友就有一次吃意大利炖饭，然后就是吃了，他说他在米心奶波涛，就是好俗气哦。没有，可是我觉得如果长辈们吃，就会觉得饭没有煮熟。没有，所以我这个都不煮给长辈吃啊。他们就觉得是饭没煮熟。难解释哎、欸。可是他炒吃的精髓就是在于饭没有煮熟，就是有咬劲这回事。对啊。對哦、oh, ，我看到一个，但是我觉得这问题我好像没办法回答。为什么？他说男友非常执着，让我阴道高潮感，搞得我压力好大。因为我有听他们讲过，就是好像女生最常的高潮的方式是阴蒂高潮。你会教我吗？就是阴蒂会比较容易高潮，所以阴道高潮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，所以男生们就会很执着于这件事情。我知道了，就有点跟干涉是一样的道理。哦、oh.。
就是你知道男生都喜欢追求一些很奇怪的东西，那叫成就感吧。可是我觉得干涉其实，可是为什么要那么执着呢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干涉，是画面很厉害啦。可是重点是那个本人有爽啊，这件事就是一个画面上、感官上面的震撼，所以他就是有可能追求自己爽啊。那你叫他去练那个海格尔运动，他一进来就把他夹死。我们两个竟然一个在做顿饭，一个在煎鱼，然后教大家性教育。对啊，所以叫你男朋友不要这么执着了。那不是，我觉得你跟体质也有关系。我觉得他那么执着，那你就把他弄到色就好了，显示他的厉害。有一个，而且她是 S 小姐哦、喔、，S 小姐，对，所以是女性。对，她说肠胃炎落塞，而且是水柱型落塞。但远距离的男友三个月没见面，想打炮怎么办？我也很想，但是好害怕。水柱型落塞就是那样啪，做一做肚子痛，然后就拉出来啊。那也是，做一做，就是你是说太开心到锁住吗？因为有的人可能会紧张，或者是他那边一有刺激，他肚子都会痛。然后他就是可能就想要落塞，我以为是太开心到锁不住，然后就漏出来。对啊，有可能啊，因为应该都是同时在放松吧。就那一天就是可能疯狂带她男朋友去逛街，逛她男朋友累掉。可是她自己也想要做啊，她男朋友很久没有见面了也想要做。那就开始吃止泻药啊。哦，对耶。这样交对吗？好，我们这位女性朋友就是去买止泻药吃。好烂的回答哦，该先生说。男朋友说可以去约，但是约了之后却反悔，开始哭腰，然后还说对方还说一开始只是试探他，没想到他真的去了，那怎么办？不要试验人性。我跟你讲，情侣最怕就是测试。为什么要测试？这是陷阱哎。那你就反冲他，哈、啊，我已经在测试你，想不到你居然叫我去。反将他一军啊，哎、欸，赶快，安先生，赶快这样就回他。有一句话我还蛮喜欢的，来说说看。就是有一部电影，它里面讲到说，就是不要去问你不想要知道答案的问题。有很深，而且我觉得用在谈恋爱上面特别适合。我的是不是可以拿起来吃？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你要准备在，对，你要试一下。我要怎么试？拿这个吗？稍微讲，对对对，嗯，还不错哎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，你要加这个。这是牛肝菌菇，就是你就直接把它加下去，对，全部都给它下。请问牛肝菌菇这个东西要去哪里？你要去那个原物料行买才会有。这个是酱油泡的，没有泡它的那个汤汁。泡它的汤，那请问那汤汁要怎么做呢？那个汤汁没有，就是直接泡牛肝菌菇的那个汤啊，它是干的。所以这道料理对于观众比较困难的是，你要去买牛肝菌菇。但其实也没有很难买，真的很好买。那他如果真的不想要买牛肝菌菇，他可以用什么去代替？那就没有牛肝菌菇的味道啊。就是顶多就是这个炖饭没有牛肝菌菇。对，就没有牛肝菌菇。可以自己加一些明太子啊。明太子只能最后放哦，不然会整颗熟掉。所以你是真的有特别去重训吗？我真的有啊，我现在就是。你现在是很G片的身材。我现在就做一休一啊，你很适合去拍片。对对对。可是听说拍片蛮累的。就是你明明没有 feel， 你可能还是硬要去弄一下。对啊，而且他们说就是刚进去拍的人，一部就才拿两三千块而已。啊？哦，就是新人进去拍才台币啊，台币。真的假的？大概日币一万块这样子，两三千块应该也是有符合最低工资吧？也是有啊，因为拍一下顶多就一下而已，他不让你用太久，而且还就是付你食宿哎。喜欢的朋友就是可以去帮你一下，开始帮人家介绍。最重要的要来了，这是最后的一个，那什么很重要的过程，好吃的关键。好吃的关，这好像什么就是。益美的或者是什么酱油的广告，好吃的关键在于，然后就拿出来东西。对，好吃的关键在于吓死人的奶油的量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平常你在吃的炖饭就是这么多奶油。对，如果是好吃的啦。所以炖饭其实热量很高，超级高啊！又是饭又是奶油，又是满满的气势哎。来，我们现在要把这十块丢下去。你就是直接丢下去？对，直接丢下去。这看起来很好吃，不行。而且一定要让它从冷冻库刚拿出来的那种硬度，有没有听到致命的声音？你进入时间已经到了，对，半个钟头。这是胡椒，加了胡椒 ，yes， 哎、欸，它开始慢慢的融化了。Yeah， 好，我们可以上桌了吗？等一下，最后一个就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我刚刚帮你泡好的 cheese， 你看它自己还削好。对，36个月熟成帕玛森，超臭。
跟脚一样臭。有人喜欢这种臭的、啊。来喽，来喽，下喽。好多、哦，我最喜欢了。一定要，等下我们上桌的时候要再掏一次。我们节目也差不多进行到尾声了。今天就是录第一集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我今天录第一集哦，我很开心马丁回来了。我开心你露脸了，我不用再打马赛克了。哦，打马赛克真的超累。你那时候打马赛克的时候，应该有人认出你来吧？有啊，其实有很多人认出来，就说那个是不是你啊，然后直接私讯我说，我就没有理他，打哈哈哎、欸，就哈哈到不行啊。因为你的声音辨识度太高了，就是我声优嘛。来来来，好了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当第一个吃的人。对，好吹，怎么了？吹它。等一下，是不是很好吃？跟我张威买的一样，自己有吗？我觉得比买的更好吃一点吧。因为我们自己加了很多料，哎、欸，真好吃哎、欸！你看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刚加了什么？忘记了。这么厚的奶油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热量蛮高的食物。接下来就是你要把饭装上去。你家的餐具也是蛮浮夸的，是不是很美？他家有那种金色的叉子的汤匙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含着金汤匙出生啊？这个太夸张了吧？要嫁到什么时候？就是哇，对，你用你感情整理它。我很像那种监狱里面，然后就直接挖一次。对啊，要怎么有什么？什么叫做有感情？好了，你就是不要让它散开就好了。不要让它散开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可以。这样一个人大概三坨。走。我跟你讲，我个性就是个，我就是个急性子跟不修边幅的人，所以我对于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好 ，OK。你不觉得这样好像少了一些什么？那最后一个给你摆。没妈妈，你先弄完。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动作。什么？吐两滴口水在里面。你只要看对方不爽啊，就吐两滴口水在里面。那个是上菜之前要做的。对啊，欸、真的不能得罪餐厅的厨师。不行啊！我问过我在餐饮业的朋友，他们真的会做这种事。真的假的？怎么？你真的不要当 OK 啊，他们就吐一口痰进去啊。对。然后你就吃得很开心。对啊，然后他们就会看他们吃得很开心，然后心里在想，哈哈，吃到我的痰。变态哦！然后在上面这样。他真的很爱在 ending 撒这些有的没的。一定要啊！你说这样才美。他撒一撒之后好像比较好看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大功告成喽、欸。还有这个你最爱的东西，你真的很浮夸哎、欸！我觉得一般的民众家里不会有这些东西，对，是不是？就是谢谢英弟煮的这一盘我们今天的晚餐，对，炖饭跟鲑鱼，还有手风琴马铃薯。那我们下次要做什么呢？越来越难喽。一开始是煎荷包蛋，然后现在变这样。下一次我们来做个炖菜好了。炖菜会很难吗？炖菜就比泡泡面久一点而已。好，对，听起来是觉得好像蛮简单的。他是一直在整我。我没有，炖菜很简单。就是一直在整我。那我们就是下一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